客家阿嬷现做麻糬赖清德一口接着一口，大吃麻糬象征明星要黏在一起，碟子都快要放不下了，当场再塞一颗，赖清德也来者不拒。以及在场各位父老乡亲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来家好。当场讲客家话跟乡亲把钢筋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五号来到苗栗头份义民庙参香，强调要让台湾经济更好。我在这边在义民眼的前面跟大家承诺，清德当总统，我一定好好发展经济。竹苗地区客家人居多，过去是蓝营的铁票仓，赖清德五号专攻客家庄，新竹苗栗地区就连跑五场。我当选之后，我会来照顾全国不分族群，能够支持我们两个立委候选人，好不好？看到乡亲乡挺，赖清德很振奋，话越说越大声，喉咙还一度快要撑不住了，但他还是把握机会继续讲。100块，他80块就可以做了，说不定更便宜就可以做了。那我们生意怎么做呢？我们才2300万人呢，他就来5000万人，他十几亿人呢。他来个5000万人就找不到台湾人了，对不对？现场举例，眼前所看到的各行各业，如果服贸通过，恐怕让真正的台湾人没有饭吃。选战倒数，赖清德把握机会跑透透，要抢攻蓝营铁票仓。镜新闻黄玉婷林世新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